音穿不下了，音没有他的 size 啊，音恐怖没有他的 size， 音恐怖没有他的 size， 分享、啊。啊，我喝一口水先，我笑到肚子痛，真的笑到肚子痛啊！连我排谁了吗？他买他开嘞，妈那时候我买很多嘞，我买妈一次过买，我跟你讲，我买东西是这样子，我是一个坏习惯。我可以去一间店啊，我可以花很多钱买东西的。像我是不什么，我很少花钱的。我一去，像我一去到去 shopping 啊，我一去买衣服啊，我一看到我会买很多件的，我可以花几千块在一次过买的，然后我就很久没有买这样子。所以我那天 shopping 看也是，哎呀奇怪，他的 algorithm 很厉害的。你再看这种啊，他就一直喷出来这种东西的。那你看，哎借跟他借我款，哎借嘛我款，我拢做失败买咯。啊，那买真侪做败家，啊，人家地虫，啊，那开个巴士真欢喜个，哎，一个开一个笑，开一个笑，啊，那是他笑比这个还久，你知道吗？因为他开一个他笑嘛，哎，有多一个巴士他开了，哇，他笑更大声了，啊，那这个变态，然后有 big boss 没有啦，叔叔不要这样讲，嗯，不要这样讲啊，我老婆问我做梦哪天要卖东西啊，我的老婆去开直播，你妈！你别要卖东西了，他开直播，他还能吃东西，妈的，阿杰，对对，等一下我卖东西，你别拿我的口袋在旁边卖，不要给他看到啊。Better more than better you， 已经不用穿了。他说啊、凉凉的 ，MM Life 啊，哎呀，他开直播，那连他不用讲 demo 吗？你别在那边讲啊，我在那边讲 demo， 扣掉一样啊，好不好？扣掉一样啊，来。分享，我要卖东西了啊！我要卖东西了。明天我们 movie 啊，明天我们 movie 几点？明天我们 movie 的话，六点半就得到了。我差不多六点九个字这样子到。我看我们要早一点呢。你现在要不要跟麦哥讲一下？我跟麦哥讲啊，跟他自己来载我。明天我不要驾车了。我想要卖掉我的车，有没有人要买啊？一下啊，我跟麦哥讲一下先。哎、欸、，brother， 马仔，我能来公司，我能啊六点三二九啊，几点要出车？点会出？我们是不要管。啊，你看天，你看这个天，你看这个世界上会不会很残忍、很残酷？塞利丹，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OK， 我们可以继续叫了。塞利丹，你不要这样子哦。我问你们一个东西，你们觉得会不会很残酷？你们别要卖东西啊！我的 helper 跟我老婆在那边吃东西。然后老婆开他的直播在那边要等我卖东西的时候他上冰，有没有？有没有？哦，你看啊，心有消定，宇宙明明来。哎，我跟你们讲一个东西啊，我要强力推荐什么？哎，那个 OK 明明的那个东西在给我老婆。是呢。啊？是呢。就当天的也要当天，他就好了啊。我跟你说先啊，昨天回来嘛，对不对？我昨天回来啊。一点多，宝贝回来了。老师，我昨天回来啊！我昨天回来，昨天我们自己回来，昨天还是昨天？昨天我们一点多到家。嗯，昨天我们一点多到家，昨天我们一点多到家。我先跟你们讲啊，昨天我们一点多到家。我一到飞机场了，我的老婆就 message， 我老婆就跟我讲啊 ，Yadi message 我的老婆讲什么东西？讲弟弟现在啊，本来是五点放学，连一点多的时候，我的 helper Yadi 啊就去学校带他了。就去学校拜他，原因在哪里呢？是因为啊，你看到吗？啊，你看这个要修这个东西修不了 ，OK， 不用紧，不用修了，我们试试看啊。因为 Travis 的脸啊，整个脸，看到吗 ？Sensitive 就是吃了午餐过后，他的整个是不是他对什么食物敏感啊？是不是？还没有，没有没？对什么食物敏感没有没？我给你们看啊 ，OK， 这样子，看到吗？这样子啊 ，OK。After 查了啊 ，After 查了那个 cream， 我跟你讲很厉害，这个 cream 真的很厉害。After 查了这个 cream 啊，睡醒过后啊，他的皮肤就好了。我没有骗你们，一样的时间穿一样的衣服，他是一点多回来，我们跟他查这个 cream， 我跟他查这个 cream 啊，查了啊，他去睡一个觉啊，睡一个觉起来啊，然后我就带他去楼下玩了。他的皮肤完全好起，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是洗衣别吓人啊。哇，我感觉好小，真的。OK 啊，封膜是吗 ？Hive 吗 ？Hive。OK，previously、okay? she
之前 Travis 有这个问题，可是每次都是两天到三天才好，对不对，老婆？对，要去看医生。要去看医生，大家去那个 OEC 上面看医生，连拿很多拿很多 cream， 我们自己也是有 cream 擦了，没有这么快哈。OK 啊，然后我跟你讲先，然后啊，还有多一个东西是什么哈？我们回来啊，因为什么 ？OK 明明啊 ，OK 明明他不懂啊、很急着要，连明明我们拿两罐回来，一罐明明就拉拉木送去给 OK 明明。OK 啊，来 OK 明明啊，他拿去查，他讲什么东西嘞 ？OK 哦 ，OK 明明这个是 OK 明明来的 ，OK 啊，好、哦、，Thank you 明明 and Alvin for this moisturizer lotion. This lotion really help my family, really good for my skin problem, highly recommended. 他刚刚收到，因为啊、昨天明明啊就送过去给他了。OK， Let me tell you， OK， 我们里面的 ingredient is very very good 啊，我等一下我先跟你讲先啊，哎你给我一下子先跑去哪里了？哇，等一下。等一下啊，给一下子啊，给一下子，看到吗？看到吗？这个是他的厂家又在发给我的，看到吗 ？OK， 他的手啊，只要擦四天而已，整个手也不是这样子的，很干，擦了四天啊，整个手好去嘞，整个手好去，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啊 ？OK 啊，整个手好去，这个是新的，这个是新的啊，这个是新的啊 ，OK， 有没有？他们也是一样，在台湾卖到特别好，特别好，我有 order extra 多200罐。我打算今天卖给他玩 ，OK 啊？好、哦，我不懂你那边的关的地方多少 ，Amina 那个明明那边现在开着卖吗？妈的，我的老婆厉害，好、哦，妈的这样一天他可以做两场了、啊，这样子，好、哦、，Can show your son hand， 我的孩子的，哦，没有拍到他的手，亚弟，你们拍到他的手啊？你有拍到弟弟的手吗？没有，他是脸是吗？只有脸，来，他们讲，来，只有从这边上面，从这边上，从这边上，手没有。查了查了哈、睡个觉起来就好了，对不对？没有吃药嘞，没有，只是查这个 cream 的，查这个 cream 所以很厉害，它里面有 ceramide， 而且我跟你们说先 ，this one you can use as a body lotion， 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成分是专门美白我们的皮肤的，然后它会滋润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保湿。我跟你说哈，那天我在、香港跟台湾，我的整个脸很干，你知道吗 ？OK， 连那天啊，明明每次我带东西，我就懒惰擦，就这个东西擦我整个脸。我的 lips 呢，就这边脸会啊、很干，有点裂裂这样子，然后啊、很痒。我一擦好了过后啊，我一睡醒哦，我整个脸啊滑滑的、白白的，很厉害。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擦嘞，因为我的皮肤那天，因为我们在冷的国家特别干嘛，你明白吗 ？OK 啊 ，the face come I show you again the face 啊 ，OK， 我们看一下 JB 的脸，你给我一下子先来 ，OK， 明明有做，帮我们做 review，OK，I、okay, show you 啊，你先，他的脸原本是这样子的。Is very very good for eczema 啊！我们的台湾的厂家跟我们讲哈 ，OK 啊，我 went to OEM my own branding for this product really， 看到吗 ？OK， and then 这个是我们第二次卖这个价钱了啊！看到、啊、他的脸这样子，整个脸红肿，老师叫回来这边痒，你看到吗？整个嘴巴这边，整个你看到吗？整个嘴巴，整个眼睛，你看到吗 ？Travis，OK，、okay? 在几点的时候啊、老婆，你们那个拍照了，你拿那个 handphone 啊？一点多。这个是我老婆先给我的啦，需要看你的电话，需要看你的照片电话 ，OK 啊？看到吗？在 evening 的时间，等一下 ，OK， 我看给他们看一下，你看啊，没有人乱乱介绍的 ，OK， 等一下啊，我看一下 ，OK 啊，等一下啊，他的脸，这个是几点？我们到新加坡是大概是一点多到 land， 我们到家的时候是两点 ，Thursday 啊 ，12:04 啊，他的整个脸是这样子。Thursday 12:04，整个脸是这样。然后啊，我就直接跟明明讲，我讲老婆，那个 cream 去查看看 ，OK 哦。2:04我们拍照，然后 after 查了那个 cream 对不对？我们给他去睡觉啊 ，OK， 来看清楚，给他去睡觉啊 ，OK， 来，这个是7点，一样啊，7点啊，看到吗 ？OK 啊 ，Tuesday 啊 ，Tuesday 是 Thursday，sorry， 我们昨天是今天是 Wednesday 是吗 ？OK 啊 ，Tuesday 看到吗 ？Tuesday 啊 ，Tuesday。2:04，明白？2:04查好了，7点他大概睡两个小时，5点多起来，然后啊，7点我们大家去楼下玩，看到吗？他的整个脸好去了，我没有跟你开玩笑。You see the timing and the clothes, we are wearing the same clothes, she is wearing the same clothes. At 2 a.m. okay, she applied. 7 p.m. 我们大家去楼下，整个脸好去了。OK， 整个脸好去。如果你们家里有小孩子啊 ，OK， 有中过 Hive 还是什么的话，你们都知道，不可能下午茶两个小时你的 Hive 就好了，
不可能的，我跟你们讲，不可能，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 try 过。OK, for those people who have eczema, you better go and buy. OK, I tell you 啊，它里面的成分是 very very good。我今天真的是没有时间去研究啦，因为我 last minute, 我本来就想要卖的。我跟你们讲啊，我今天是要卖这个，还有这些东西，还有这些东西的，是因为啊，我的老婆跟我讲 ，OK, 明明都讲很好用，我差 last minute 开口了。我跟你讲先啦，好不好 ？OK, 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去研究它的那个 ingredient。它的 ingredient is very very powerful。它的 ingredient 里面有个 sunflower seed oil is very good eczema。OK, is very good for those people who got dry skin and oily skin 很好，它有美白的功能。它这个会修复我们的皮肤的细胞，让我们的皮肤变成更加滑、更加嫩。你可以当做什么东西？当做 moisturizer 来擦。OK, apply on your last step 啊，湿疹、香港脚全部。OK, 那个 supplier 跟我们讲，如果擦了没有好，退钱。擦了没有好，退钱啊。查了没有好退钱，我先给你们看照片，先有很多的 ，OK, 有 customer 的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们查三天到五天，如果 eczema 严重的话，一天查三次到五次 ，OK, 有些 customer 的脚是这样子的，明白吗？看到吗？这样子啊，又把他的脚这样了，他查一个礼拜就好了，一个礼拜，明白吗 ？OK 啊，你们自己去 plus， 我建议你们不要加一，直接加多一点点。今天我卖完的 price， 最后的200罐啊 ，OK, 我跟你们讲他的 code， 你们去 plus 先。很大罐啊，它不是一罐小小罐哦，很大罐啊！你给我一下子先啊，我先给你们知道它的 code number。OK, pre-order 4 to 6 weeks 啊 ，biomedical lotion 500 ml， two bottle for $80， 两罐80。你要的人 comment M 2加一就是两罐80。如果你相信我，你直接 comment M 3加一就是四罐，140啊。OK, let me tell you all type of skin。它里面是没有那个什么啊，很多人每次会有那个湿疹，他们去看医生，他们不是有给你们那个 cream 擦有那个什么东西，忘记掉了，那个哇笑那边混蛋美肌嘞，谁知道的啊？哦，它里面没有任何化学药物了，就是 pure ingredient natural ingredient 啊。Skin crack can use anyone is very very good for skin crack. OK, steroid.我们这个里面没有 steroid 啊，那边老婆开直播，那边人数变少，就跑去那边进家来要跟他们拜了。OK, 没有 steroid 的 ，you go and apply. I'm going to OEM my own branding 啊 ，let me tell you 啊，好不好？然后我到时我定不可以卖这个价钱啊，我先跟你说先。我们到时要卖的话，我先跟你讲先，我是要卖多少钱？我一罐要卖大概是等一下我算一下啊 ，OK, 一罐差不多要卖四。一罐要卖40，就是不可以卖四罐140就对了，好不好 ？OK, this from Taiwan, this from Taiwan, OK, 台湾的，它这个公司的这个牌子的 lotion 有在哪里卖？有在医院的 pharmacy 卖的，他们没有在别的地方，就是医院的 pharmacy 才有卖，外面你们去你丢是买不到的，明白了吗 ？OK, 因为他们这个是属于 medical grade， but 它里面没有 steroid，OK、okay、啊。它属于 medical grade 啊，这个是医生医院那种皮肤病的医生他研发出来的 ，OK， 给那些什么人呢？他们卖很贵，他们一支卖到了要70-80块。Code numbers M 3加一，你如果你要的话啊，我跟你们讲先，你留一下子啊。M 2加一是两罐80 ，M 1 bin up 啊，两罐80啊，你 comment M 2加一是两罐80 ，money back guarantee。OK, 没有 ready stock, is pre-order, 我剩下200罐，因为那天我们跟他 order 了600罐 ,OK, 400罐是之前他Annie跟 One Stock 卖的啊，我还有 additional 200罐今天卖给他玩，然后呢要等到差不多是四月才会有货，明白吗 ?OK, 四月啊我已经跟他订了，我后面跟他订了3000罐，全部都是OEM 我自己公司的牌子，要等到四月尾才会到新加坡，好不好？现在的200罐是After Chinese New Year, after Chinese New Year, around mid of March, you all will receive. Okay, believe me, you just go and order. M 2加一是两罐80，一罐是500ml 啊。M 3加一是四罐140。Okay, comment up. If you want to order two bottle, very simple. Comment M 2 plus one will do.After you comment M2 plus 1, this is the code number. After you comment out M2 plus 1, you'll receive a link through your Facebook Messenger. 好不好 ?OK? After 你 comment out 了过后收到那个 link, after 那个 live, 你就去 check out. OK? 在你的 Facebook 的 Messenger, 你会收到一个 link, 你 click 进去就看到你的 card, 你 order 的东西对不对 ?It's from Taiwan. Taiwan 啊 ?OK? Listen to me. Faster go and order 啊要去下单。我跟你说先，我不管你的皮肤是有皮肤病还是 eczema 还是 rashes, OK?
buy this one 拿来当做什么东西 for 你们的 moisturizing cream lotion， 你晚上睡觉之前擦你整只脚，你有 rashes 你拿来擦，你有皮肤痒你拿来擦，这个你擦在你的脸 OK， 你的脸的那个 acne pimple 也会帮到你的哦，也会帮到你哦，很厉害哦，因为它帮你滋润你的皮肤，让你的皮肤更加滑。 I go and buy for me OK Mimi M2 OK for those people who want to buy 4 bottle you don't comment M2 plus 1 you comment M2 M3 plus 1 我等一下我拿那个白板 MR 压低啊，哦压低冲凉啊，我等一下我拿我的白板啊。给我一下子啊，给我一下子，我现在抹掉啊，OK 啊，现在你们去 E Plus 啊，我的200罐卖完啊，你全部，你看 OK Win Win， 哎 OK Win Win， 搞泡里面的 OK Win Win 啊，他买过了，哦，可是为什么擦不掉啊？等一下啊，我怎么擦不掉？哦，那是没有擦掉啊，等一下，你们现在去下单啊，现在去下单 ，OK， 我先跟你们讲啊。你要两罐啊 ，two bottle 啊 ，two bottle， 哎，冰冰再send出来就是啊 ，OK 啊 ，pre-order two bottle，OK，$80 啊，$80啊，你 comment M two，OK，four bottle 140块 ，OK 啊 ，comment 啊 ，M three 加你要的数量，来，我先给你们看先，现在刚打上来 ，OK 啊，差不掉啊 ，two bottle 80块。Four bottle 140块，就是一罐是35啊。M3 加一是4罐 ，M2 加一啊是2罐80。要的人现在马上跟他打上来。我跟你说先，如果你查了你的 eczema 没有好，你拿来退钱；你有 dry skin 的皮肤查了没有好，你拿来退钱；你晚上睡觉你查了你们的 makeup 哦，你查了你们的那个 serum OK， 你们的那个MPU 查好了过后，你 last step 你拿我们这个拿来查，它的这个里面的配方我跟你说清，你的皮肤查了过后，如果是有干的皮肤，你一定要买，没有不买的道理，明白要恭喜你不 OK。 And then you got kids at home 很像 Travis 的皮肤有 high 吧，我跟你讲我吓到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两点多查了过后他去睡觉，我跟亚弟讲查厚一点，然后去睡觉，睡个觉起来他的嗨跑了，他中嗨不绝对不是第一次中哦，对不对老婆？他的嗨中了很多次了嘞，他的嗨 OK 哦、oh, ，You on fan aircon at same time yeah because I every time at home I on aircon and on fan one because I 我的 metabolism 好容易流汗 OK 啊，我先买两只试试，如果好我再订可以。戴口罩引起脸上有红点可以用吗？ Irene Young 全部可以试的。马来西亚如果要下单的话，有可能在上业委才说到，马来西亚要下单的话你们也照 plus、你们照 plus 西马我给你免邮好不好吧，你要等，因为马来西亚你们不要追我货 OK， 你不要追我货啊，你要等，因为我们的货是到先到新加坡才发去马来西亚的好不好 OK， 要的人现在 comment up 你自己去乘以 3.5 好不好 OK 啊，好，我们有马来西亚的户口了，要的人现在 comment up 啊，M3 加一是4罐，我跟你们讲不要买2罐，你相信我，我包你好用，我很够 confident 包你好用，因为我自己本身有 try， 我擦在我的脸过后啊 OK， 我去香港啊，我的整个脸很干的你知道吗，我擦了过后啊，我跟你讲我整天我的脸都不会干，我一睡醒过后啊，我一洗了脸啊 OK， 我晚上没有擦，我到 hotel 了我洗脸然后我去睡觉，什么我睡觉之前我什么东西没有擦，我一睡醒啊，我的整个脸的皮肤啊，我跟你讲很滑啊，我跟你讲西北 good 啊 good 啊，我跟你讲啊，外卡我的脚不是很痒吗，那时你去冷的国家你脚很痒的嘞，我一直爬，我擦那个 cream 明天起来我整个脚很滑，我真的没有跟你开玩笑 OK 啊。 And then 它很容易就吸收，这个他们现在还有可能多几个月他们要 launch as 一个这个属于 medical grade 的 cream 来的，懂我讲什么吗，我们卖的价钱是太便宜 OK。 When 我 OEM 我的公司，我们 OEM 我们的牌子过后，到时我们一支是卖38或者40，就是没有四支140啦，我跟你讲先啊，两支80是已经是台湾的 offer price 了，明白吗？四支140是我们的 promo price OK。 So the next batch if we reach the big order 啊，就是我全部贴我自己的标签的话，货一到啊，我不可以卖这个价钱啊，我只可以卖2罐80啊，我先跟你讲先
OK 啊，那如果你今天你相信我，你去跟他下单 ，Anyway 你买多买少，我都 money back guarantee， but you have to bring back 啦 ，or you 拉拉 move back to our office， then you place your address， we will give you back your full refund， 明白我讲什么吗？我今天这个是包你来回哈，你用一半，你用多我都退 full refund 给你，好不好 ？OK 啊，好、around the lead area， yes you can apply at the lead area， lead area you buy my lead balm sister。你的 lip area 啦，你买我那个 ，and then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成分是做什么呢？它会帮你美白你的皮肤。有些人哈、啊，因为有些人以前不懂事，有可能做 exercise 啊，还是比较胖啦、啊，要蹲姿啦、啊，哦，你的这边会黑嘛，这边会黑，因为我们这边比较容易干，你拿来擦你的这个 area，OK？ 它告诉我们啊，两个礼拜到一个月，你的颜色会变。如果是有暗沉的皮肤 ，OK， 你擦了一个月到两个月，你的两个礼拜到一个月这样子，你的皮肤会变白，明白吗 ？OK， 那甚至有些女孩子比较胖，生的孩子这边不是黑黑咯，对不对？你去跟他 apply， 你去跟他 apply， 如果他讲的东西不对，我们讲的东西不对，你拿回来退钱，懂我讲什么吗？好不好 ？OK， for this product I give you more than 7 days， you are going to try， 敢敢的去试，把你不要用到你的试罐都空了，拿回来退啦。明白吗 ？OK 啊，你买四罐对不对？你用了一罐没有效果，三罐你不要开，你四罐退回来，我退你四罐的钱，明白讲妈妈 ？Very very good for dry skin. I'm going to show you one more time the photo 啊。OK， 老婆，你的那个照片需要给我一下。OK 啊，来，我现在给你们看啊，我现在给你们看。OK， 我还有多个东西要卖的，你们先标着先。OK， 好，你们先标着先啊，我给你们看啊。我昨天早上搭的飞机，我们一到land新加坡。Helper 就 message 明明了，跟明明讲他要去学校带弟弟，因为吃老弟弟吃了午餐过后啊，他的整个脸这样子，看到吗？他的整个脸这样，你看到吗？我就叫Helper 拿 cream 跟他擦，这个已经擦好了 cream， 已经擦好了，看啊 ，OK， Tuesday 2:04擦的 cream， 他去睡个觉起来。在晚上7点的时候，他的嗨跑了，我带他去楼下玩了，有没有看到？没有美图的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美图的啊，看到吗？他是好到啊，整个东西不见掉，太厉害了，这个东西太厉害了，你看到吗？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 ，OK 啊，好、哦，你看我的老婆，你看他不，林北还能不你家，你看，那边吃水果，那边他学那个老 K， 你看他不。有没有 ？OK 啊 ，OK， 来，今天要的人啊 ，comment up， 你要两罐的话80块，你 comment M2 加一 ，waiting time 4 to 6 weeks， 我们已经订货了，他的 ready stock 在那边，我们的货全部已经跟他扫掉了，好不好 ？OK 啊 ，M2 加一的话是2罐80，四罐的话是140，你 comment M3 加一就是4罐 ，OK 啊，四罐就是4 each of， 来，四罐是140啊，接下来 ，OK。Four bottle for $140 M3+1。如果你买四罐，你每一瓶啊，每一瓶你省5块钱。有效期全部都是延的，有效期是2025还是2026？你给我一下子啊 ，OK？ 好 ，expired is 3年，2023年做的12月。哈，这个我跟你说先哈，他们没有存货，没有办法蹲货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货一到就出完，你看到吗？他2023年的那个12月。sample 都是这个，然后可以收3年，24、25、26 2026 OK， but I tell you lah Samuel love time， you apply this one apply it in the night， every night before you sleep you apply this one on your whole body， I tell you when you wake up your whole body will feel very very soft， your skin will feel very very soft， and then all this stuff black dark spot OK， you will lighten your dark spot， 你会发觉到你要 take picture before after， 明白吗？ One month later you go and see， you lighten all 你们的 dark spot， 真的你去 try 好不好？ So for those people eczema problem， you one day apply 4 to 5 times， 去 try 啊。 Eczema problem one day you apply 4 to 5 times， you believe me， you go and try， OK， eczema 查了没有好拿回来退钱，查了没有好拿回来退啊，好不好？来啊，现在全部都去 plus 啊，现在我要介绍我多一个产品给你聊了，我现在跟你们讲先 OK， 这里谁有中过 COVID 的人打上来，谁有中过 COVID 的人打上来 ，OK？ 今天你们全部下单了哈，这个 Bellflower， 我要卖的哈，是 offer 的啊，我跟你讲先 ，OK？ 如果你是 urgent 的，你去 PM 我的 admin， 不然的话 stock 全部会在14号过后才送货 ，OK 啊？
你有中过 COVID 的人，你会不会发觉到我们呼吸比较辛苦？如果你是有 if you are smoker 啊 ，I tell you 啊，你中过 COVID 的人哦，你抽烟啊，你一点点就喘了。那如果你是比较胖的人哦 ，OK 啊，什么东西讲比较胖？如果你的 height 是170、180，你的 weight 是90、100，就是不得力的，你知道吗 ？OK 啊 ，So let me tell you， 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个东西，如果你有中过 COVID 的人。你们的肺，你们懂是怎样的吗 ？I'm going to show you one photo. You don't, 你们不要以为我在吓你们啊！你不要以为我在吓你们。等一下 ，OK， 好、哦，你给我一下纸先，我先来给你们看啊，我再给你们看，你给我一下纸先啊。你不相信我哈、啊？你不相信我？你花钱啊？你花钱去照 X 光，很像王雷�啊！我跟你讲先，他中 COVID 中了5次 ，OK。中哎，独立晚上好。中 COVID 啊，中了5次啊，他中 COVID 中了5次啊。OK， 他的抵抗力很差。Do you know that 啊？我们只要是中过 COVID 的人啊，你们的肺啊是你的肺的抵抗力很差的，你知道吗？你会觉得啊你呼吸比较难呼吸。OK， 真的，你呼吸比较难呼吸，有可能你没有发觉到 ，but you are heavy smoker， 你就会发觉到。OK， 以前你的肺的抵抗力是比较强的。你中了 COVID 过后，它的抵抗力就会越来越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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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们没有补肺。我今天卖的这个，你可以觉得说你没有中过 COVID 啦，你中过 COVID 已经很久的啦，现在变紧了，有补没有补都一样了。我现在给你看，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OK 啊？来，你看清楚啊 ，OK？ Long COVID hidden lung damage 啊 ，spotted on 那个 scan， 这些就是你们的那个 lung damage， 你们的 lung damage 看到吗？全部在你们的肺里面的。在你的肺里面啊 ，if you are those smoker 啊，你看到吗 ？COVID-19 can cause long complications such as 什么 in the most severe cases， OK， 看到吗 ？respiratory distress symptom， OK， syndrome 啊 ，complication of COVID-19， OK， cause 你们的那个lasting harm to the lungs and other organs， 说你们的那个肺全部都会抵抗力比较差。我跟你们讲先 ，OK， 谁有喝过我们的这个产品，你全部给我打上来。你们自己去看啊，你懂不懂 ？When you want to buy bellflower root juice 啊，这样子一箱啊，100个的啊，我给你们看价格。I show you the price first. You give me one first 啊 ，OK 啊，等一下啊，我给你们看价格啊，我的这个是现货啊 ，is ready stock。OK， 差不多100多盒啦，130盒这样子。我希望你们全部去买。为什么呢？因为亲戚朋友你们要去拜年，你妈妈来你家，你拿2包3包给他哦。把这个货我 promise 你们啦、啊，我叫我的人先出先啦、啊。Other than that 的话，剩的不给出了，好不好？这个货是现货 ，OK？ 好、哦，你们今天下单的人，我 promise 你们 before Chinese New Year 你们就会收到，可以吗？只有这个货，因为这个它很占我的位置，好不好？来看清楚啊，你们去 Shopee 买多少钱？66块，30个 pack 啊，30个 pack OK 啊？好、哦，多少钱？等一下，30个 pack 66块 ，OK， 几 pack， 30个 pack 80 ml 的40块，对不对？来看清楚啊 ，OK， authentic 啦，无啊无啦 ，OK 啊，来看啊 492 suits， OK， 30 packet $36 plus， 而且是双12的 price 啊 ，OK 啊，来看 ，OK， 嘟嘟的那个 offer 啊 ，OK， 79 suit， 这个是大牌子来的 ，OK， 多少钱？47块，还有30 piece， 80 ml。OK， 来我们给你们看啊 ，OK 也是一样，看到吗 ？OK， 900多个 suit，OK、okay, 30 packs 56块多。我们今天这个可以做什么呢 ？After 你喝这个的话，我敢跟你们讲哈、哦、，OK 啊，它会 eliminate 你们的 bacteria and other 什么 pathogens，OK、okay, that can 什么你们的那个 mucus build up。所以如果你们一直咳嗽不会好啦，你们sore throat 啦，你们有 chest pain 啦 ，OK， 你们有很多 phlegm 啦，你们有感冒啦 ，OK 啊，来我跟你说先，这个你送一盒给妈妈呀，这盒 ，OK 啊，送给妈妈 ，OK，can show the packet，OK，let、okay, me tell you 啦 ，sister， 来啊，今天市场上没有人卖比我们便宜的 ，OK， 它是这样子的 packaging 啊 ，bellflower root extract pure 的 100%， 没有掺任何东西 ，OK， 想要下单的人100包，你们猜我卖多少钱？你们打上来，猜到的人我送你一箱 ，free 的，猜到的人我送你一箱。我看这里有谁猜到，我先抹掉我的那个口线 ，OK 啊？你们先帮我打上来啊，先帮我打上来，我先抹掉啊。
我的老婆很厉害啊，老婆那边几个人，妈的140，你讲，你不能抱人家假憨，对吧？不能抱人家假憨啊！对，我忘记告诉你们说 sorry 啊，我忘记告诉你们啊 ，OK。他的这个的 expiry 是在今年七月，等一下我 double check 一次，我 double check 一次啊，你留一下时间 ，OK？ 一秒 one first 啊 ，I double check first， 一秒 one first 啊 ，OK， 来，这个的 expiry 是在今年七月，不是因为我们要 expire 吗？你们便宜，不是啊 ，OK 啊，是因为我有 shipment， 我的 Bopolis candy 你知道吗 ？Point one 的 on the way 要海运。可是我的 container 没有满，我的 container 没满，然后呢，我们的 agent mini 因为有每次都有跟那个啊，我因为我现在在跟这个工厂弄我的 product， 这个是 sample， 我跟明明已经 try 了一半了 ，OK， 已经 try 了一半啊，然后呢 ，OK， 我们的 container 没有满，我们要踏毒啊，你懂吗？踏毒，然后呢，我们的 agent 就问我，哎，他的工厂有一批这个货。OK 啊，你们要不要给我们便宜一点？然后呢 ，OK 就踏赌，我就哇笑了 ，expire 那一本，连刚好我们订这个的时候是在一个月前，因为什么？一个月前新加坡很多人中 COVID， 那你到货到的时候嘛，那个现在对不对 ？OK 啊，所以今天呢，我就卖给你们多少钱？这个的原价他们在卖128或者是99，有 offer 的话是在88这样子。懂我叫什么吗 ？OK 啊，有 offer 的话是在88 around there 啊。今天想要下单的人，他的 original price 上的 website 是卖128，他们有 offer， 剩最后一年的 expiry 都是卖88的，好不好？我们的这个我跟你讲先，他是讲七月 expire， 可是如果你们没有开，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你要喝你拿出来开，可以收多一年的。你知道我讲什么吗？原因在哪里？就是很像我们的辣椒，我们那个东西，阿嬷的香蕉，自己家的香蕉，香蕉，你无防腐剂，是不是亏了都爱放生毒？我们人阿嬷做的香蕉无放防腐剂，放了生毒了，你也在修罗骨，差不多几年嘛，对不对 ？OK 啊，等一下，我现在看，看看谁猜到，没有人猜到。Based on 我的电话啊 ，One day one packet or one day two packet， OK， One day one packet or one day two packet， 我 based on 我的电话看啊，等一下 ，OK， Pauline Ou Yong 猜对了，今天卖多少钱？68，180啊，我剩下120盒20箱给你们去抢 ，OK。有效期是七月，把你一天喝一包也是喝完的，可是要放在冰箱里面。你放冰箱可以收一年，可以收多一年，你懂我说什么吗 ？OK， 放在 refrigerator 里面可以收多一年，到明年七月可以。来，我先跟你们讲先 ，code number 什么老婆 ？F1 啊， F1, 加上你要的数量 ，ready stock， I promise you all this one。OK， 我明天你们今晚 OK，letters、okay, by tomorrow 说别秒你读别们啊，没有的话我全部喂掉，就是 after Chinese 就要收到我啦。因为actually从今天开始 order 东西啊 ，Poly 我用送一盒 ，Poly 我用你 plus， 你先 plus 不要放 Amy 忘记，你先 plus 吧，你不要还钱，跟 Amy 讲啊啊 ，Amy 讲我是 free 的就好了。来，你拿杯来，老婆，哎，老婆赶紧拿你杯莫跌倒，你看我老婆，我在那边。哎、欸，他那边假憨放发，你知道吗？他那边收单，他那边用 demo， 你别在那边 demo 哦。你这个啊，你听我讲先 ，OK？ 你们这个喝了啊，你会觉得你的呼吸管道，你们不会咳得那么厉害。有 asthma 的人，你一定要买。For those people with asthma, you buy. OK? This is pure bellflower. OK? 我跟你们讲什么是 bellflower root pair 啊 ？OK 啊，它就是另外一个人参，明白吗？在韩国最出名是什么？红人参。在中国跟美国最出名就是 ginseng。This is the ginseng brother, younger brother. You get what I mean? OK? So ginseng 的 younger brother is very good for what? For our respiratory. 它会 eliminate 把你里面的 toxins 啊，
给消除掉，给去除掉，修复我们的那个肺，让我们的肺的抵抗力变成比较好。你喝了过后，再三包、两包到五包，到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你会发觉到你呼吸比较好，明白吗？你不会觉得你很喘。For those people got asthma, this will definitely help you. You don't believe me? You go Google and search.这个会帮助什么东西？帮你去除你的肺里面的那些痰。你们的肺中过 COVID， 你的抵抗力不好，他喝了一段时间，他会修复你的肺 ，purification 你的肺，把你的肺变成抵抗力好了过后呢，你们就不会这么容易中 COVID， 你们不会这么容易喘。你明白吗？你们不会说讲话一点就喘，连跑步就喘。那如果比较胖的人，你一定要吃，因为比较胖的人中过 COVID， 你们很一点点就纯喘了，你知道？你一定要买这个 ，OK？ 你会发觉到你溃烂也看后，明白不 ？OK 啊？说你的肺清洁，你的肺好，你们就不会这么容易中肺癌，明白吗？有些人抽烟抽很多的人，你一定要喝这个死人东西，西北厉害。然后你可以帮一个忙，反正你在那边 在那边给酒，拿一个白色的杯。剪刀出来给他们看 ，OK 啊，来，今天要人什么扣 number F1 加上你要的数量，它这个味道独立，不会苦的哈，不会苦的 ，OK， 很 natural 的味道，很 natural 的，我们把它撕开，倒出来啊，他那两个不可以在你那边修的，我找这边修，等一下，来，等一下啊，这样子啊，你倒出来，看到吗？它是很 pure 的啊，68块，要的人现在打 F1 加一。68，你去 Shopee 看，全部啊都是多少钱？全部都是30包，四五十块、六十块。我们今天是100包，80ml 一样的 ，OK 啊？来，你喝的时候是这样子啊，一天喝一包到两包，你可以倒点 mix 水也可以的，看你自己。Very very pure， 没有掺任何的化学药物。这样子喝就好了 ，fresh 啊 ，bell flower pear juice 啊，它里面是这种啊，你看到吗？它里面是用铝的，铝，看到吗？铝包，用铝包，所以它会 oxidize， 明白了吗 ？One day one packet，one day one packet after food，one day one to two packet，you can take this one as a drink， 明白吗 ？As a drink 啊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and the bell flower ginseng？Bell flower ginseng is the extract，this is the juice。明白吗？很像你喝果汁，你喝苹果汁，喝什么汁？可是它这个是 juice 来的，小朋友你可以给他们吃，明白吗？它这个是 pure 100% juice， 它把它的这个东西，明白吗？把它的 bell flower pear root 啊，挤，把它的汁给挤出来放在里面 ，OK 好，懂我讲什么吗？连这个会比较便宜 ，extract 会比较贵，因为 extract 是它的精华，这个不是精华，这个是它的 juice。明白吗 ？OK， 说你这个可以当做水果拿来喝，水果汁拿来喝，明白吗？每天拿来喝啊，喝了多久会有效果？喝了多久很有效的 ？OK， 来 ，After you drink for 1 to 2 weeks or 3 days 啊 ，you will notice that 啊，你的那个OK， it will ease 你们的 congestion or by breaking up 你们的 phlegm 还有你们的 mucus。OK 啊，来，今天要下单的人 F1 加一。68块，你今天没有买，你就没有机会买了。因为今天如果卖得完的话，你就不可能再买得到了。这个价钱我先讲先，因为我们这个是特毒的哈，我们这个是 container 没有满啊，特毒的，你懂吗？特毒送过来的，不然的话你没有机会。不是因为要 expire 哈，他们一般都要 expire， 在韩国他们都卖88的，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OK， 我跟你们说先 ，expire 是在7月2024，把你放 refrigerator 里面，你可以说多久，可以说多一年。OK， 你们今天买。我跟你说先啊，你们今天没有下单啊，哼，你不要气，不要气气啊！你们吃过年的年饼啊，哎，你们吃这个年饼啊，你们不要过奖，你不要吃的，好、哦，加辣啊，加五加五啊，对不 ？OK 啊，啊，到时你捕捉那些糖都出来了，我跟你讲，那些糖出来呢，外层的无高，这些无里面加辣了。我们的 Bubbles Candy 是一个糖果，让你们吃，它里面也是有 licorice， 也是有 bell flower，OK，、okay? 那个是糖果，让你们每天吃的。这个是修复的，这个是把你的里面 ，OK， ready stock IV 下，现在下单啊，现在下单 ，OK， 货刚刚到啊 ，OK， 我的 candy 也是到了了，已经在发货，在出了了，全部人要下单的，现在 F1 打上你要的数量，买一箱你放在家里，
你去你的妈妈家拜年，你去你的阿妈家拜年，你可以拿，我们做人不要这样自私，因为一箱有一百包，你知道吗？你拿十包、二十包放在你的 paper bag 里面，拿去你的阿妈家拜年的时候，阿妈，你今年要新加坡哦，你也有时哈，让这个 COVID 到真喘哦，你会让啉，你唔相信我，你去 Google search 看卖，一箱是一百包，我跟你讲，今仔你卖六十八块，你能爱抢？这样子啊，一箱是一百包，明白吗？放在你的冰箱里面可以收多一年。OK， 所以你们自己去谷歌搜查，在以前古代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OK，bellflower root，bellflower root 啊是什么东西？它就是金星的弟弟，明白吗？人参你懂吗？金星啊，人参的弟弟来的。OK， 很贵的，这个它 cost of 这个 is far less 啊，它这个会比金星还便宜，所以在韩国他们发现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拿来泡来喝，然后哪里知道发现到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肺的修复能力特别特别好，懂我说什么吗？然后呢就称为这个是叫金星的弟弟，懂我讲什么吗？来，在古代的时候就发现到了啊， Bellflower roots and pads had significantly health benefits such as preventingbronchial disease caused by fine dust， 你在外面呼吸那些空气，明白吗？也会导致到你有这些 disease， 所以这个可以帮到你。OK， also effective in improving 你们的 respiratory disease in adults and asthma in children。Bellflower roots are known to be effective in strengthening 你们的那个 lung 的抵抗力。哇，你们啊，刚才你们讲你们一直不要买，很辛苦嘞。好 ，OK， and then 呢、啊，我们这个 is high in fiber, low in caloriesAnd have many, okay, nutrients, okay, help to improve 你们的 blood bone 啊 ，blood bone 还有什么东西？你们那些人，比如说很容易中那个什么鬼东西啊，那个cardiac arrest 啊，就是跑到一半，他心脏会停的，这个可以帮到，明白吗？好不好？来啊 ，okay， 今天要下单的人啊，快点去 comment 啊 ，okay，F1 打上你要的数量 ，F1，and many studies 啊，很多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啊。Bellflower root extract is very very good for our lung purification. 你们继续 search， 你不相信我，你去 search。你不要 T T 啊！中过 COVID 的人，阿妈、阿公、妈妈每次很喘，咳嗽咳很久不好，你买给他喝。我打算买这个给我妈妈喝。So when can we see before Chinese New Year？ 五到十天的工作日，先只有这批，只有这个货啊！我今天只卖这个了，看能卖得完吗？你给我一下子啊 ！Amina， 看到呢？剩多少货？没有看到啊 ，Amy， 你给一下时间，给一下时间啊。今天没有还钱。哦、，sorry 啊。你三十天，你快点还钱，没有还钱的明天送给你。Sorry 啊 ，Sorry 啊。快点还钱，明天送给你。不要放冰箱可以吗？不要放冰箱可以，可是七月 expire， 放冰箱的话就可以收到明年七月，它不会碎啊，不会碎啊。现在要人 F1 打上你要的数量。哦，2024年七月 expire 吧，你放在冰箱可以收多一年，我剩最后十箱。我剩最后十箱，你不相信我，你就不要下单。I left last ten 啊 ，last ten box。我跟你讲啊 ，brother sister， 卖 T T 啦。我跟你们讲，我今天是卖68块嘞，我不是卖88嘞，我不是卖99嘞，懂我讲什么吗 ？OK， 好、哦、，buy and put at home， let your children live dream。If you got kids at home， your son， your daughter， they go to school 吗？对不对？他们去学校吗？你给他们喝。你明白吗 ？OK 啊，这个是对我们的肺很好，它修复我们的肺 ，purification 我们的肺。你打给他们喝就对了了。你算到了一包还多少钱？我算给你听啊，来，安迪安哥，等一下子啊 ，OK， 我算给你听，68 × 100，一包才6.8哎，一包把都6.8，你搞咁贵啊，死掉咯 ，sister， 你今天买是现货，你明白吗？100包，你去跟他下单，我真的没有骗你们的 ，OK， 好、哦。买了哈，你今天买了放在家里，你的女儿儿子对不对？你每天他们要喝啊，你打开一包，放在一包到两包放在杯里面，或者可以蜜水也可以，就给他们喝。它这个是浓度够了，100%的，没有掺任何的化学药物的，明白吗 ？OK， 怎么下单 ？F1 加一68，100包。如果你觉得贵，我跟你讲就完蛋了。OK 啊，来这边的人要下单，来我这边买，跟那边100个人在那边下单，有休息，他那边。明明那边有笑声，我要开两个台，然后越记越夹了。F1 加一啊 ，F1 加一，现在去跟他打。F1 加一，你不要去小便了啊！嗯，他我要去小便了。你拿电话去啊。F1 加一 ，free delivery，free delivery。
你去 Shopee 看，全部都是卖50多、60、70啊，30包40多块，30包50多块，我跟你讲，你不可能找到的。我这个是因为我踏毒啊，我们是踏毒才有这个价钱的。我跟你讲，你们家里有孙子啊 ，Travis 啊，我现在这个我要拿出来了 ，OK 啊，你可以给他喝，这样因为小孩子会喘，你知道吗？你撕开放到他们的奶瓶给他们喝，小孩子也可以喝的。Lolly Lim， 你 comment DF1 加一，现在跟他打上来。萝莉莉啊，现在刚打上来啊 ，OK， 我现在要卖多一个产品了，我已经要卖很多东西了。你看我的 hand wash， 货到了，谁要买的人今天5罐20块，用了好用爆，打 review， 哎，相当硬啊，给搞怕 review 姐，你刚刚去搞公斤游泳哎，你叫 order 哎，哦，这个我跟你说先啊，我们的这个 hand wash I have to tell you 啊 ，seriously， 这个我买给你的同事，很便宜的，五罐20哎，你们去想，5罐20。等一下啊，买给你投手干什么？OK， 我们里面有什么成分啊？我们这个是 antibacterial foam liquid hand wash， OK 啊？我现在要跟你们讲一下，我们这个 actually 是一个 do in one 的。你们有看过 hand wash 按了过后，那个手弄到的这个肥皂，然后不要去洗手可以吗？我问你们，不可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度隐患了的 ，OK 啊，来，我跟你们讲先啊，你们这个第一天，你们第一点哈、哦，你洗了手过后，你的整个手会很香 ，for at least a whole day。我们里面有 aloe vera， 有 white mulberry extract，OK，、okay? 里面还有银离子，有 silver ion 啊 ，all silver ion，OK、okay?。我跟你说先 ，after 你洗了手过后，你整个手会香香的 ，and then 啊，这个可以帮你们消毒。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 silver ion， 就是银离子，银离子是给你消毒的。OK 啊，一罐是这样子的、啊，一罐是这样子的，明白吗？好，我教你们怎么去用它，很简单的哈、哦。你这个大家打开 ，OK， 我今天卖5罐20，要起价啦、啊。after 今天啊，我卖了过后我们就起价了啊，我不可以卖到5罐了啊，我要卖3罐20，先跟你们讲先 ，OK， 因为我里面的成分真的是很贵的，很贵的成分 ，OK。你如果是没有洗清洁都没有关系，你可以当做 moisturizer 在你的手。OK， 来，你看啊，现在我搬出来啊，它是 foam base 的，看到吗 ？foam base 的哈、啊，你这样子搓，你整个手就会滑滑的，明白吗？可是如果你有吃东西，你的手油油 ，OK， 这样子就可以拿来杀菌啊，这样子就有杀菌的功能了，这样子就有 antibacterial 了，就有了，开始会黏黏一下子就好了。OK 啊。你闻你的手很香的，它里面有银离子 ，OK， 里面有银离子啊，它里面有 aloe vera to keep your hand moisture，OK，、okay? 里面还有 white mulberry extract，white mulberry to keep 你们的手香香 for the whole day。因为这个有为什么？你有银离子，它里面有 white mulberry，white mulberry 是一个很香的一个东西来的，会帮助你们的手美白，还有滋润，还有滑。所以它有银离子的过后，你一洗哦，它的那个味道会渗入去我们的皮肤2到3公分。然后呢，你在搓手洗的时候呢，它就会直接帮你们杀菌到 99.8%， 明白什么吗 ？OK， can use very long because 我们的是 foam base， 所以它很省，懂我讲什么吗 ？OK 啊，我 I'm going to increase the price to 3 bottles for $30 OK 啊 ，or 30 or 40， 我还没有算好，跟我的 accountant 算好不好 ？OK， 因为那是我们卖的时候是 before GST 起价，还有 before shipment 起。哦、所以这批货我之前到了，你们去抢单好不好？多少钱？5罐20块，你觉得贵你就不要买，你去外面买 hand wash 差不多这个价钱，可是你洗了过后你的手没有很香的，你今天这个你不相信我，你洗了过后你的它去油能力很好啊 OK。 第二点、啊、它会帮你们杀菌，帮你们消毒，你们吃完东西你们洗好要洗手，你拿这个来洗手，洗完碗过后拿这个来洗手，很香的。你第一点会杀菌，你会发现到你的皮肤啊这边的 cracks 啊比较少去，真的真的真的，它会帮你消毒。那些人有油刺啊，嘴刺也拿去啊，你都爱用哈、哦、，OK 啊。来，今天5罐20，不用讲那么多，很便宜。S20 plus 1 S 20 plus 1啊 ，S20 plus 1，现在 comment 了。S20 plus 1 5 bottle 啊，5罐啊 ，OK 啊。Yes, get rid of your oily hands easily, and then your hand smell will stay for at least 12 hours. I never bluff you once. 西北胖，我跟你讲，今天 OK 啊？今天要的人全部去抢单 ，S20 打上你要的数量。我建议你们全部跟他加二，因为我今天卖完是最后一次卖这个价钱了啊。
先讲先啦 ，free delivery。OK，Silver Ion Fragrance Hand Wash 500ml $520 $520 啊。Yes， reorder now， reorder now。你用过这个 hand wash， 你不会去买别的。我跟你讲先，我会起价卖3罐20，好不好？不然是5罐要40块的，好不好 ？OK 啊。好，这个是 offer 的价钱来的，给你们的，这个是真的是没有什么赚钱的，我跟你们讲，不然我要起价5罐30块，不然就是3罐20这样的价钱，好不好？你不相信我，你试看看，你不要买 ，OK？ 你买外面的跟我的这个真的不一样，这个是专门跟你们杀金的，哦，妈的那边很多人 plus， 我老婆那边，那个玻璃我用去那边 plus， 行了，你给这边给你 lucky draw， 你去那边 plus 玻璃我用，免费，因为老婆那边开来100客人，然后调过去老婆那边的。Sister, why you so no, why no sound? In Penada, we meet here in another queen life, and then, like, in Penada, guys, in another plus, another creeping, need to wish off. Okay, listen to me. If 如果你有油在你的手上 ，OK， 你有油啊，手油油肮脏，你就可以按了过后，然后你就去 wish off， 它就会去油。那如果你没有，你不要 wish off， 你没有手没有油没有吃东西，你只是 normal 外面回来你要杀菌，你按一点点过后啊，你这样子搓就可以拿来杀菌了的，懂我讲什么吗？我们这个是 do in one 的 ，OK 好、哦、，OK， 因为它是用银离子这样子就 OK 了，这样子就帮你们杀菌了，明白吗？好不好 ？OK， 这个就很像消毒液这样子，放你的手，它就会消毒。你闻你的手很香的，我没有骗你的，真的很香的。OK 啊，那你有肥皂你就按就是拿来洗手，没有的话你拿来当消毒液这样子按就好了，明白了吗？ OK 啊， S20 打上你要的数量，拉小了 ready stock ready stock OK， but 我跟你们讲、哦、你们买12点就要还钱啊、哦、我是因为啊，我是因为有这个 pure flower juice 啊，我才跟你们讲 before Chinese New Year 的、哦、不然的话全部都是 expired 是延的，我这个货刚刚到而已啊，我的现货那是我们订了5000罐啊，两场 live 卖到完Two live session, 5,000 bottles sell off finish. I 我跟你好笑，我千管的 live session 没搞了。今天好不好用？你自己问。500ml啊，里面有 silver ion， 有那个什么啊？等一下，那边老会跨步了。等一下。OK， 里面有 aloe vera， 有 white mulberry extract， 还有 silver ion。懂我讲什么吗 ？OK 啊 ，So it's imported by our company。Faster when order, 5 water for $20, 22nd gen order, a hair tonic man will receive, thank you. Elin Tay, you'll receive before Chinese New Year. OK, 好，我们货已经出这了，已经出这了 Elin Tay 啊。OK, 来，要的人现在全部去下单。S20 啊，我现在卖第二个东西啊，第二个东西，这个你们要去抢啊，这个你要去抢，这个是 Lady Stock 来的。哦，你说我把这个不要发到冰箱里面去。我先给你了，哦，那你的老婆拿那个剪刀来一下，那个 Q sorry， 你老婆都黑开来，你在那边吃东西就好了，不用讲话了，吃东西就好了，那你就看那个 live 吧。You order from Celine, you order from Celine 啊 ，not from 不是跟我们 order 的就要找我嘞，你是跟谁 order 的？如果你是跟他的平台 order， 你要去找他的平台啊，好不好 ？OK 啊，好，我先跟你讲先，给我一下子。来，你们去抢啊 ，ready stock 了啊 ！AM Biotin Eyelash Serum prevent lash fall and stimulate 你的 lash growth for thicker and fuller healthier looking eyelash。OK， 你收到货是这样子的。OK 啊，好，有效期是2027年。
2027年给我一下子先啊 ，OK， 里面有一支这样，好，好不好 ？OK 啊，来看清楚。啊，还没有 fix timing， 明天我们会 meet Rose 在 TikTok， 我会 meet Rose 在 TikTok。哇，妈，那个啊 ，Ronald Chen 这么厉害啊 ，TikTok 你都知道啊，啊 ，OK， Ronald Chen 厉害的 TikTok 他都知道哎，说到货是这样啦、啊。M&M Biotin ISC 了吗？来，我跟你们说先，教你们怎么用。你回去查，如果你查了一个两个礼拜到一个月，你的 eyelash 没有变成比较厚，你的 eyelash 如果没有，你要 take before and after 啊，不然你们不知道的啊。You have to take before and after。你的 eyelash 如果没有变比较厚，你的眉毛没有再深，你拿回来给我们。它这个是 M&M 的配方，他们把它弄在一个 eyelash 里面。肌肉里面，然后呢，里面它添加了 biotin， 你们懂什么叫 biotin 吗 ？biotin 是要一个 supplement 的 ，but actually 它这个是一个日本公司的 ，it's a Japan company，OK，、okay? 然后呢，他们研发了很多，然后把这个代理权给这个香港的公司拿去了，明白了什么吗 ？OK 啊，说你深度密，我们这个东西要怎么去用它？很简单的，你把它打开 ，OK， 它一直是这样子的啊 ，OK， 之前买的人应该这几天就会收到货了。好不好？你的眉毛，你跟他涂。你的眉毛，你跟他涂。今天最后一次 offer 了啊！今天最后一次 offer 了，你这样子跟他涂。OK， 你 starting 涂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冰冰凉凉的，冰冰凉凉的，明白吗 ？OK， 有些人会觉得刺刺，有些人不会觉得刺刺啊，是正常的啊，是正常的，好不好 ？OK 啊，来，这支东西，你看，你需要放这样子啊。你的眼睫毛你跟它弄上去这样子 OK， 你有戴假的眼睫毛都不用紧的，你可以直接弄的，好不好 OK， 你一个月过后你去照，你 take picture before and after of 你们的眼睫毛跟你的白白毛，如果没有生毛，没有生 baby hair， 然后没有再变成比较厚，你拿回来退钱 OK， 我们这一支OK， 它是用 M&M 的配方，好不好 ？With biotin 啊 ，with biotin 啊，哦，那个 product looks like this 啊 ，OK 啊，好、哦，好不好？你回到家，你去跟他查，你的 segment 这边没有，你跟他查，明白吗？你查你这边 area， 你男生，你这边的 segment 就会慢慢变成越来越厚，越来越多，这个是真的。啊 ，starting 一开始它会不均匀这样子，是正常 ，OK 啊，因为它要把你的毛囊给弄开。你的毛囊才会开始在生，明白吗？尤其是你们的这边 eyebrow area 跟你的这个下面这边，你要弄 day and night is the best。OK， after 2 weeks to 1 month， 你就会看到 effect 了。But you have to take a photo before and after， especially 你们 eyelashes， 明白吗？来，我第一次做这个 offer 啊，我们的货刚刚到啊 ，M&M Biotin Eyelash Serum 吗 ？Prevent 你们的 lash from falling， 还有 stimulate 你们的 lash， 让你们的 lash。有 thicker and fuller， 有些人没有这么快生，可是你的 eyelash 一定会 thicker 的，一定会变比较厚的，明白吗？好不好 ？OK， now my daughter using it， she says good， 有没有看到吗 ？OK， 明白？你是你爸大兄，你是我的阿公，你是我的老爸，明白无？你是我的小弟，你是我的大兄，你是我的表兄，把笔甲人做明白，安怎呢？因为这物件好用，一支是68块啊，我跟你讲，一支68，你买一支送两支，拉啥？拉啥好不好 ？After 今天看有没有剩，有剩先可以卖。如果没有剩的话，我们就是起价卖了啊，不可以一支这样卖这个价钱的、啊。这个是一支要卖68的，我跟你讲先啊。OK， 来看清楚啊，叫你们讲查。来，卡扎琳娜，你有没有去看电影？明天这样子跟他查，OK， 有效期最新的姐姐，货刚刚到。你每天查就对了，每天查、啊，你会查会冰冰的，会刺刺冰冰的，有些人会，有些人不会 ，OK， 好、哦，你们喷我的 head tonic 了，你可以这样子查在你的头皮中间，懂我讲什么吗？你喷我的 head tonic 过后，你可以这样查、啊、，OK 啊 ，It's not roller, it's not brush, it's a sponge like this, it's 这样子的一支的，反过来给你们看，等一下啊，什么 put？ 等一下给你们看先，这样子的。明白讲什么吗？一支这样子的啊。AS。OK 啊，来什么code AS。AS 打上你要的数量 AS。蓝酸的话是3个，这一个。对对对对对。
你可以转，你可以转啊，你可以转，它就会留下来了。什么 AS 吗？嗯。什么 ？ES 不是 AS 啊 ，ES 啊，你这样转，你转一点点，它的就会出来；你转一点点，它就会出来，明白吗 ？OK， 好，后面这边可以转的，来，姐姐，姐姐，这里可以转啊，看它听啊 ，clockwise。你转它的就会留一点点出来，看到吗？你就可以弄啊，要转它才会出来啊，你就弄。你查你的 iLess 这样子，你跟他查。我是没有查了，我跟你们讲了，我没有查了。哦，男孩子可以查百百毛，这边可以查，明白吗 ？OK， 你还可以这样子啊，不要用很多，省省用。你转它就会出来了，转它就流出来，转它就流出来。你可以放在你的头皮这边 affected area，OK、okay、啊。好，你们的 head tonic 你买了，我的 head tonic 你喷了过后，你用这个刚刚涂一点点在上面就好了的 ，OK 啊 ？How many ml？ 3 ml， ml 很贵的，我跟你讲一下了。我们当时在香港看到的时候，我们那时看到的时候啊 ，OK 就觉得很贵，不懂要不要到底要不要顶 ？OK， 我给你们看是这样子的。你收到货它是这样子的，在里面这样子的，好不好？来啊，你自己看啊。Biotin LS 了嘛，好不好 ？OK， 收到货是这样的，收到货是这样的，来给你们看这一次 ，Chip Plus， 最后一次了，卖完就没有了啊，卖完就不可以再卖这个价钱了啊，我先跟你们讲先啊，哦，来这个会在里面，这个会在里面，我们 OEM 了，它全部本来是不懂什么字的啦，来看清楚 ，OK， 好、哦，啊，特别是97的。来 ，ES 啊 ，E 啊 ，stand for England，ES expiry 延的延的延的 ，expiry 是几时啊？2027年 ，two two seven sister，two two seven，OK，use two to three times a day，take a small amount of this product and apply on the roots of 你们的 eyelashes，OK、okay、啊，哦，所以你们的 ingredient 是什么呢 ？5% 的niacinamide，biotin vitamin B7，OK、okay、啊。还有 biotin 就对了啦，今后就丢了，我跟你讲啦，再抹就丢掉了 ，OK 啊，哦，就让你张嘴，刚刚给卖就丢掉，卖单了，刚刚给单落去 ，OK 啊，哦，今天要的人去下单，要人下单，你不要吃东西肚子饿，拿好不好？开这个来，你拿开这个来，这个买新年的嘞，拿我要吃先的 ，ES 68块买一只送两只啊。先跟你讲先啊，今天没有买就没有了啊。OK， 来 ，Amy 算一下 stop。ES plus 你的数量 ，ES 啊 ，ES 啊，哇，妈的，老婆有休息啊，老婆 ，assist help me to secure one piece of the 颗星血色粒小跳出 jumping beats。I watch We play to place order this early morning. All of a sudden, my cart's empty. Please assist. Ayo, you want early, you want to buy. Then watch the replay, you want to buy. Must wait after Chinese New Year. What is your name? Are we ready for the head tonic exchange for new stock? My head tonic finish already. 等一下啊，你去 PM Amy 现在可以吗？多少 exchange 啊？加大了没有？我们扔住了，看不到。我这边看到的了，这边拉萨。哦 ，AB 的吗？一样的。没了，我要关播了啊！你们要买就买了，不要买你们的短期了。你们的眼睛刚刚没有买，猫别跟你们笑很肚子痛，跟你讲。你要买就买，不要买啊！你的眼睛没有白摸，别就跟你笑。我跟你讲，啊，好 ，OK， head tonic still available， head tonic $3,400 You want to buy？
Hey, Justin Max, thank you, brother. Hey, hey, Tony, เดี๋ยว plasma ring long อ่ะ sun สี่ ใบ เอ็มเอ็น ไข้ข้น hey Tony今天下单的人全部啊，都是十四号过的生活啊。好，先讲先，只有这个，你们要做完钱哦，只有我的那个标flower啊，标flower，哎，我给你们找送去啊，好不好？ 好啊，要是没有最古模一样，马仔，马仔也包一下，马仔包，再包等卖，我去加，我给别人一些去，好卖，马仔包，那个经过秘书，你爱马仔包来，我地方去加，我再一点没定，没跟他们一点不包的话，一点包我去给别人加，去，好卖。 그린데이 도리주 보보이기 원빈빈빈빈 你们如果不要买我的这个深眼睫毛的，哼，我跟你们说先，到时候你的眼睫毛掉到我村，你不要来找我哦，要不可以什么东西可以帮我吗？哼，你慢慢等。 我跟你讲，不要跟你开玩笑了。如果你没有买我们的Hair Tonic，你再买我这支啊，你涂在你的 affected area 啊，哼，你碰我的 Hair Tonic 你再涂我。我跟你讲，伸头发伸到你的妈妈的名字，你都忘记叫什么？你的眼睫毛啊这边啊，你跟他涂。哼，我跟你讲啊，到时你懂什么叫你懂什么金城武？你没听过吗？金城武，嚯，那白白毛啊，高高啊，我跟你讲啊。 搞搞别人出啊，明白不？厚厚这样子，我们人的五官很重要，鼻子这边、头发、眼睫毛很重要。Hey Tony， 什么？Emina，看到没有？Hey Tony， 你去啊、你现在 comment 黑区不算三级一百。Hey Tony 没有卖啊，Hey Tony 三级一百啊，现在啊，啊，算好了 ，cost 啊，shipping啊。 increase 30% cost 啊 ，GST 上次100，妈之前卖两只送两只，完全没有赚钱的，啊，真的。来，阿维德，来，你拿黑的维德 spray 啊，呀，上次100 HC+1，上次100 ，OK， 700多人继续涨，嘤嘤啊。 英，他们相信你有男朋友了，现在。英，他们现在相信你有男朋友了。哎，明天我去看电影啊，我穿这样。明天我去看电影，我穿这样去。我穿这样去看电影。明天，我跟你讲，我公布了。我老婆开，我老婆，哎，英啊，我老婆在那边开 live， 那边 Q 手 Q 2000块，是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哈，有买九十多个在那边开来，那个手语就两千多块的，就是。妈的，哎，他不用讲那么多，在那边，干脆做2000块的，就是我老婆。哈哈哈哈哈！那你不挨饿的？哦，啊，你看我给你，叫个什么鞋啊？那边，你看那他在旁边开出去好了。老外，你看谁老外？ 那video话，我invite他，我invite，我invite Jasmine。我invite不是invite啊，阿爹。啊，不，我要invite。明天六点半。你们想看我给你video话对不对？明天六点半见，谢谢你们。明天一点半我就直播。明天一点半我就直播。哎，朋友，我要我大便。哎，朋友，你看电影吗？朋友，我们看电影。 你在干嘛，baby？你在干嘛，baby？我在看你直播。容光焕发，你们看到吗？是不是容光焕发？是不是？去到香港机场，他故意不要跟我们去吃饭，为什么？因为他要跟人家video call。不要以为我不懂啊！没有，不是我们这样讲，我们讲好一起去吃麦当劳的。
对不对？你跟 Jasmine 两个人八嘎 ，Jasmine 讲你要去吃那个去买玩具，连你也讲你也去买玩具，你那里有买玩具给你孩子的？我不舍得买。啊？很贵。好啦，你不舍得买很贵吗？那为什么你要笑我们呢？我没有笑你。啊。没有，你去一边 video call 掉又不懂，看不到我的 Larry Low 我这边看不到人家 unlike love 看不到，我不懂为什么。你如果看不到我留言，那就死不是我的留言。几时我看到你留言？你刚留言吗？你刚才讲为什么我不要回你信息是吗？我有看到，对，哦，你的那个呼吸了没有礼拜天没事。对，明明啊，看着那边电话，90个人，原本在那边做台风，他觉得那个老 K 没有用哎，有用哎，那他2000块收钱，有人还买东西哎，能听过的，就喊了，在那边比手画脚就好了。不用做点工作麻烦。明天十点半，就是每他叫来，他叫 live 在这边就可以了。我睡觉了。做你这样很开心的啊！我还要放去做指甲嘞，你那指甲做很久了。你真的是容光焕发，我跟你讲真的，你最近不一样，你最近你不知道哎的。我跟你讲真的，莹莹，你不知道哎，你最近不知道你最近人，你最近你的人比较开朗，比较开心，懂不懂？我明明每天都很开朗。没有，我跟你讲没有。我跟你讲，最近你真的是比较开朗，你很像人生有了希望这样子。真的，你不知道对不对？没有这种事情。我跟你讲。没有，你不知道而已的。我跟你讲一些你不知道的。我们在你旁边，我们就知道。你很像之前，你很像闷闷不乐这样，你知道吗？像人生没有什么乐趣这样子。最近你很像有了，很像有了希望。See you tomorrow。明天1点半我有做直播啊，1点半。你看，以前我之前跟你video call的时候啊，你没有这样的。你很像很像垂头丧气这样子。今天你很像，你看到吗？垂头丧气。明天1点半我有做直播，1点半明天1点半，拜拜，1点半啊，我这边关了，记得要去还钱哦，你要买给我开心啊，记得要去还钱。是不是很开心？乐一初明天1点半啊，拜拜。他们知道了，他们讲是不是台？